所有自己是不是疲乏的存在无动于衷。我超哥，你不会在录吧？ Yes。 哈哈，你没发现我们是两颗会动的石头。我不想跟他走一块儿。咋回事啊？咋回事啊？今天收到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消息，我现在准备去告诉他们，来看看他们听到消息后面的反应吧。各位先生们，先停一下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好消息？啥好消息啊？猜一下。咋了？我们视频炸了？不是，他耍朋友呢。啥了呀？是吧？肯定就是周六不排练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这点出息，还我来告诉大家嘛，我们被央视节目邀请了。我操！来，大家过来看看，老康康，来，这就是央视节目给我们发来的邀请。哇哇，可以啊！哇哇哇哇，有啊！哎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师，镜头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坏消息是啥？什么坏消息？哦，对，害怕了。坏消息就是我们要坐9个小时的高铁去北京，没有位置。几个小时？好困啊，是3:30。我要准备起床了，赶火车，准备去北京了。行。哎，毕竟人家是个公主嘛。哎，该去北京了，走。Mr. Sandman, where you at? I need that one thing. Is that my bag? You know?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感受？百感交集，特别焦虑。不想去吃一下央视的餐饭，好不好吃？什么就吃啊？哇，这太阳好好看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去北京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吃烤鸭。我可能口味比较重一点，我想尝一下那个豆汁。豆汁啊？是沙尘暴？是沙尘暴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经历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到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录制的地方。这是高手。这个环节是就是连在一起的，没有断开的。然后上面结束之后，自我介绍完之后呢，那旁边两边是主持人，他们就汇聚了，你们也可以稍微汇聚一下，不用站这么开了。我不知道不明了，你就是谁都无法。倒计时开始。
边觉得还是红跟这个搭的不是特别舒服。就现在整体现在这个颜色没问题啊，就是但是跟选手的那个服装搭在一起啊，就感觉背景偏了。对，这个还行。好的，那这一段我换副歌吧，前面我们还是那个淡雅的这个蓝色。稍等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我们来走一遍啊，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。你不吹笛子，那就二能伴奏的伴一下，好不好？关注央视，央视代表账号是金色总会发光。好，辛苦各位啊！谢谢。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进入抢先一百秒。前面和后面完全是一样的内容，就精彩度它就没有，综合再跟他们商量一下，好吧，下来你们再好，那你们先在现场留一下吧，一会儿跟你们沟通。戴了多久啊？今天早上9点之前就戴上，然后就一直戴到现在。今天10点过了吧？10点，快11点。戴了12个小时。啊！死了！可以，没问题，刘总。谢老师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累吗？今天？困，不说累了，又累又饿又困。现在马上想干嘛？又想睡觉，又想吃东西，反正太想了。怎么舒服怎么弹起泡了，他连手都弹肿了，居然。